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韩购 K 站分享会。没错，想知道韩日流行什么最新的产品，你就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啦。透过我们的节目呢，观众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透过我们的分享去了解产品。那你知道更多呢，就等你了解很多，这样子的话就不用怕买错产品了啦。没错。那今天我们要分享什么呢？ 对啊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呢，跟跟大哥你有关，跟我有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我们当中，你年龄最大吧？哇，你很敢讲话，那么直接的话，无所谓啦。反正大家说我也看起来不像那么大的。那可是我猜这个产品应该是跟那种什么保健啊、抗老啊这种有关系的吧？ 是啊，因为我都说到年纪大了嘛，但其实呢，我会这样子比喻呢，只是说因为通常用这类产品的多数是我们女生，可是说其实男生也是可以拿来使用的，尤其像乌大哥保养的这么好的，我相信他平时私底下也有用很多保养品的，所以呢，我就讲跟乌大哥你有关咯。OK OK， 好，继续说下去。这样子，好，我今天要介意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个Syn-Ake抗老化的产品。 对呀，OK， 是的，那因为抗老化产品嘛，也就是说我要讲一小段故事给大家听啦。好的，通常我们女人呐，在20多岁的时候呢，<笑>好了，来正经的讲，我们女人通常在20多岁的时候，皮肤的状态呢都会达到最巅峰，也是最好的时候。可是，在25岁之后开始，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也就会缓慢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皮肤的弹性呢，那个保湿因子这些都会开始下降。那 要如何保持我们青春的美丽？所以就一定要在25岁开始就进行抗老化的一个保养啦。那到了30岁之后呢，你就要在进一个阶段，使用更好的一些产品来帮助你的皮肤，给它吸收更好的东西来抗老化，保持你的青春美丽啦。那我觉得千万不要认为，哎，20几岁不用担心，合衰老沾不上边。就像你说的，其实25岁之后呢，我们就要非常勤劳的做这个抗老动作。没错，不然的话 我怕之后的话会太迟了，因为这个抗衰老的东西啊，我觉得是只能预防，很难去治疗。是的，其实除了你们女生要对这个抗老啦、保养下一段功夫，其实我们男生也是要的，尤其是现在新生代的男生啊，我们都会比如说去护肤啦，去做 facial 啦，去现在越来越多男生已经有上美容院做护理了，做保养，甚至拉皮都有了，已经不再是女生的专利。是的，因为样子嘛，出去见人的总是我们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皮肤的好的状态呢，也代表着我们的一个形象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 Syn-Ake，我相信你们应该听过Syn-Ake这个名词吧？Syn-Ake其实我也听过这个名词，它是在很多商品都有。 然后它是个成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瑞士的一种发明，在2006年的时候呢，还荣获瑞士科技奖，类似蛇毒，那是蛇毒血清蛋白具那个肉毒杆菌之后呢，是最瞬间抗皱成分。 哦，连蛇毒都出来了！你们女生的保养方法，你真的是千奇百怪。那蛇毒涂在脸上不会中毒死亡吗？那其实蛇毒 baby 蛇毒不是真的啦，它只不过是一个，餐剩懒累的一个产品来的，所以它是非常安全，可以添加在护肤产品当中使用的，而不是真正从那个蛇的毒牙中去取出来的毒液。哦，所以其实这个蛇毒是人造的蛇毒，所以它功能呢是还在的，可是那个毒性就没有啦。没错，诶，乌大哥啊，你真的是大惊小怪。前阵子韩国不就是很流行那个蜗牛粘液吗？还有蜗牛粘液，真的是我不知道。美容产品面膜、手的那个 mask，还有涂的抹的擦的，全部都有这个蜗牛的粘液。就直接抓一只蜗牛来擦擦脸是吧？你就想那么简单？不是，不用买啊。不但不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他们科学家研究出来，就是这种蜗牛分泌出来的粘液物呢，其实它
会有很快让伤口恢复的这个功能，而且它非常的保湿，然后它又可以促进那个肌肤一直再生的这样子的神奇功效。哦，真的啊？嗯，还有，它不是真的是这样子把它刮出来，它是真的是用科学的方法萃取出来那个精华。精华。对对对。所以不是哪一只蜗牛在擦。这样我可以抓很多蜗牛，然后就直接贴在身上啊，全身。你们不要再误导观众了，待会他们真的就抓蜗牛来试了在脸上。不过像视频所说的呢，其实已经有点 out 咯，现在比较流行的也就是 Syn-Ake。那 Syn-Ake 呢的其活性作用如同蛇毒，它呢能够通过阻断神经肌肉的收缩的传导信号，直接使用于皮下的组织的那个细胞，让它能够控制那个神经的肌肉啊，让我们皮肤呈现出那个光滑，它能够减少那些皱纹，让我们皮肤呢完全的光滑亮丽，也不会有那么皱纹啦。这样讲的话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用了它之后呢，就会防皱抗老，然后淡化疤痕啊，然后就是还有去角质，然后呢就是促进纤维的母细胞合成新生。哎，真厉害！吴大哥果然是好学生，有听课哈。我是有做功课的 ，OK。啊，可是其实刚刚像你们讲的这个发明，这个 Syn-Ake 这个发明，其实在很多产品已经在使用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产品跟现在市面上买得到的有什么分别呢？对，那我们现在手上这产品呢，跟市面上所买到的产品肯定有很大的差别跟分别啦。那这一个产品里面有高达48%的这一个 Syn-Ake的成分，当然这个8%率呢也是获得的瑞士的专利认可，所以才会有这么高，它比一般市面上的都来得更加的好，因为一般市面上都没有达到4%这么高。那在欧洲跟美国呢是非常受欢迎的，它也被称为是第六代的蛋白质，它也更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，然后呢瞬间的让你的皮肤光滑亮丽啦，也就是最新的一个肉毒杆菌啦，可以这么说。哇哦，讲到这样子，我们真的好想来打开看看，试试看，擦擦看。真的，哎呦，马上就试一试。所以它可以算是有味道。是的，你可以涂一涂。我也涂一涂。哇，马上变年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。那这些产品呢，就是说我们就是在洁脸完之后呢，就在晚上你只要涂抹均匀在全脸，然后呢只要在一些局部，像是可能说在下纹眼睛的皱纹的部分呢，那些比较容易产生皱纹跟细纹呢，你就可以再多加涂均匀它呢来使用，那你的皮肤呢就很好的吸收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保持你的年轻靓丽了。所以有了它，我们真的不需要做太多那些这样那样的拉皮啦，打什么封口是吧，那种没错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是超值了。所以呢，抗老一定要从年轻开始做起，那对于皮肤我们才可以保持得更加的光滑亮丽，也让我们自己看起来更加的年轻。讲到抗老，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要未雨绸缪。可是这样子会很贵吗？听起来好像很贵啊，那么有效的东西。那我给你们猜猜看，这个价钱多少？通常啊，抗老系列的护肤品都是最贵的，那这一组会很贵吧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应该是蛮贵的。你看有那个蛇毒，哎，你看一条蛇挤那几滴的毒，这样放进去，哎，应该是很贵。吴大哥，我们已经说了这是人造的，你别那么紧张，别活在自己的世界好吗？我一直想到是一条蛇挤出来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那应该是那个价钱。哎，如果是人造的，搞不好也不会很便宜，因为你看那个过程啊。对啊，这些科技高科技的耶，所以要研究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价钱应该是不便宜的。那你们猜猜看，猜猜看，那阿斌你猜？以我的经验来说，这样子一组应该要600块。我想也要差不多。差不多，跟你一样。跟屁虫。650。那好，我想我就不吊你们胃口啦，我就直接揭晓答案。那2罐50克呢，只需要169。169，不是169耶？没有零哦，就169，也就是169块而已。
这样子不贵嘛，很划算呢，两罐。是的，而且这两罐也并不少的分量，每罐是50克，那所使用呢是可以用蛮长的一个时间啦。只要我们每天晚上呢，就洗脸之后呢，涂在一些眼睛的部位呢，只要再加强的去涂呢，就减少抗皱啦。我觉得这种抗老防皱的东西呢，未雨绸缪好一点。没错。所以呢，现在有了这一罐呢，我现在爱怎么大笑就怎么大笑。为什么呢？不怕有皱纹啊？对，可是我有哎。吴大哥，你要多用点。我不要笑那么大。用一点。来，马上来。好，哎，等等，我们还没跟观众说要怎么样子预购这产品。好，是的，两罐只需169，那要预购就要打我们的热线1800885678，赶紧预购哦，而且还有全国，好让你说，让你来讲。你们两个已经是迫不及待的试产品了，是吗？好啦，我不理你们啦。也就是全国呢，免费的呢，就是帮你送上门，你只要在家里坐着等就可以啦。是的，而且是全国免费运送。没错，这样才对嘛。来，好啦，我们法令纹这边要，我们要先收藏先。你们两个那么幸运，迫不及待要用了耶。OK， 我们节目也就到此为止啦。那继续收看我们节目，将会为你揭晓跟分享更多好玩的新产品。嗯。那节目到这里，我们就要说再见啦！我是吴奇，我是 Agnes， 我是 Pink， 拜拜。